草香读书会，聪明有智慧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奥道叔叔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薛蓉姐姐，欢迎电视机前面的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草香读书会。奥道叔叔，桌上怎么摆那么多蛋呢？是要给我们吃的水煮蛋吗？水煮蛋呢？你看清楚哦、哎、你怎么一心只想吃的？这是生的耶。哎呦，是吗？那这些蛋要做什么呢？我要给你们个任务，今天。哎呦，什么任务呢？什么任务啊？就是看到这个没有？这是什么？滤蛋器。滤蛋器。这个滤蛋器的作用是要把蛋黄跟蛋白分开，所以把蛋敲开来，蛋黄让它落在中间，蛋白留下来就可以了。我今天要请你们做这件事，然后把这些蛋全部都滤开，就是蛋黄跟蛋白滤开。所以现在吗？对啊，要做什么？因为我们今天要做一个蛋糕，很特别，那个蛋糕叫做雪藏蛋糕。那个雪藏蛋糕就是做了以后其实要冰的，就是很好吃哎。那那个蛋糕就是要把蛋黄蛋白分开，然后拿去冰。所以你们要现在可以帮我做这件事吗？好多。那有什么问题？怎么有点勉为其难？说得很心虚哦。好了好了，快来给你们做，来开始来。快弄。不过阿达叔叔，我刚刚一直偷偷在观察你，我觉得事情没有那么单纯呢。怎么样？没有那么单纯。哎呦，赶快说！好了好了，你卖什么药？被你识破。所以是要他们做什么？没有啦，就是我们教会最近要去。你们怎么了？有成功，还好嘛？来，成功，不错，成功了。来，我们教会呢，最近要去探访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。那因为小朋友很多啊，那我们想带一些蛋糕过去给他们吃。是，那我一个人要做这么多分量，很累嘛。所以我想说这边有这么多人，这么多小帮手，对不对？哦，叫他们来帮忙做比较快，还蛮有意义的啦。可是这样我们今天不就没得吃了？对啊，我还想吃啊。很想吃啊！我就知道你会哇哇叫。我在冰箱已经先冰好一份哦，对，所以等一下我们把这边蛋分好以后呢，拿去冰箱冰，我们再把那份拿出来，然后那份做好以后就给你们所有的人吃，可以吗？有得吃。你们在干嘛？你把蛋黄给我弄进去了，快！哎，我看这些小帮手不太可怕，恐怕会越帮越忙。叔叔，赶快解救一下，来，再练习，再练习，对。大家一起来做点心咯，我们要准备什么材料呢？奶油130克，糖粉127克，奶粉55克，蛋黄140克，蛋白95克，面粉85克。阿达叔叔，你刚刚说什么藏什么什么什么蛋糕？我忘记了。我们今天要做的是雪藏蛋糕，这是一种德式的奶油蛋糕，因为你知道。很古老，以前没有冰箱的时候，做好这个蛋糕要放哪里？雪地，就是塞在雪地里面，就冰起来，然后要吃的时候拿出来切解冻就可以吃。哦，对，所以你知道这个老一辈人的智慧，是非常传统、非常传统的一个蛋糕。那阿达叔叔，我下次可以一次做很多，然后冰起来一起吃吗？嘿，我就是这样，一次做很多，冰在冰箱里面，要吃的时候拿出来切。哇，对，它其实很特别的，就是它冰的口感。吃起来的口感比烤好的要更好吃，但是我们要快一点，因为它要用冰的蛋，冰的蛋，对啊，因为我们的蛋糕从冰箱拿出来，所以我们要用冰的蛋，好，然后我们要动作要快一点，免得那个蛋退冰了，好，这个蛋糕其实跟我们平常做的那个棒蛋糕的方式差不多，这个是糖粉奶油，所以我们要先用这个把它们拌一拌，所以也可以冷冻啊，这个蛋糕可以冷冻。我以前就做这种蛋糕，然后冷冻去寄给朋友，这样和一和。而且今天的蛋好多。对，那蛋呢？我们要把蛋白跟蛋黄先分开，然后把它放进冰箱，冰镇了以后，趁冰冰的时候拿出来做。好，来，你要我做吗？来吧。把它打发，打到它泛白了，然后打了整个蓬起来，好，慢慢泛白了，好来，
有没有看到它稍微变白了？其实你打可以稍微给它打久一点啊，让它更多空气在里面。那烤起来的话会组织非常均匀的那种很细致的那种口感介于对黏，但是它就是像棒蛋糕，但是它不像棒蛋糕那么粗。对，好了，差不多了，这时候我们可以把奶粉加进来。哦，是奶粉。奶粉，对。好，接下来就是这个蛋糕最难的部分。哦。我们先放蛋白，然后呢，记得你不可以一次倒进去，那就毁了。要一点一点的倒，不然它会变成豆花。哦。嗯。而且要一边倒一边搅拌。对。所以这些蛋大概要分七八次倒。要慢慢。一定要先蛋白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你先放蛋黄，再放蛋白，就比较容易变成蛋花。蛋花哦。对。蛋黄也是一个一个。就一个一个倒。你看，这个跟我们平常那个打棒蛋糕的那个奶油的细致程度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嗯，对。是跟 cheesecake 吗？有一点像哈，更细致。不会啊，这个不会塌下去。好，接下来要塞面粉。对，就要塞面粉。嗯。其实面粉的量不多。对啊，就一点点，对。它怎么不？对，它是比较湿润的，所以它的质地会比较细致，然后也会比较湿润。你知道通常一般蛋糕冰起来会变得很硬的，它不会。哦，好特别哦。对，我还吃过直接从冷冻库拿出来。不会很硬吗？其实要解冻一下啦，拿出来它冰冰的，对不对？上面加一球冰淇淋吃，还加冰淇淋。好了。请自法把它拌匀以后，烤模里面先抹油，然后撒一点粉，好，面粉，对，撒一点面粉，然后大概把它装到八分满就可以了。雪藏蛋糕原来是这样子的意思。好，这样要稍微敲一敲，敲一敲，让它均匀一下，然后把它没有蛋液哦，记得这个烤箱一定要够热。大概温度要够预热到180或190，然后进去烤，烤大概30分钟到40分钟，要烤久一点。我是用180度。对。好。然后我们就有好吃的蛋糕吃了。走，我们今天就讲一个蛋糕的故事，而且那个蛋糕超大。啊？很大很大。我今天要讲两只小老鼠的故事。这两只小老鼠呢，一个叫古丽，一个叫古拉。这个是日本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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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名跟畅销的一本绘本。两只小老鼠提着篮子走到森林里，他们一只叫古丽，一只叫古拉。他们最喜欢做菜吃东西，他们一边走就一边咕哩咕啦咕哩咕啦咕哩咕啦一边讲。他们捡了很多橡树的果实，然后捡了一些栗子，然后采了一些香菇，然后呢就觉得说，哇，今天的晚餐一定很丰盛哦。结果就在这个时候，他们看到了一个好大好大的什么蛋，可能就是一颗鸵鸟蛋。蛋呢？哇，好大的蛋哦，这可以煎一个跟月亮一样大的荷包蛋呢。古丽说。又可以煎一个比我们的床还要厚还要软的蛋饼哎，古拉说，不不不不不，我们还是把它做成蛋糕好了，做成蛋糕可以从早吃到晚，吃也吃不完哦。好，他们就同意了，要把它拿来做蛋糕。可是重点是怎么把这颗蛋扛回去。
很重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推也推不动，抬抬起来，结果会怎么样？一不小心一滑，可能就把它摔破了。嗯。他们就拿了一根树枝来，想要把它扛，就根本举不起来，怎么办？这个蛋扛不回去啊。好，山不转路转，你帮他们想办法，快。蛋不能动，那怎么烤蛋糕？对啊，就是直接把锅具拿过来，然后yes， 他们就回去了，把他们家的大碗工跟锅具，找了一个最大的锅子，还有所有的要用的面粉啊、糖啊，所有的器具全部都放在包包里，就把它拖啊拖啊拖啊，背啊背啊背，一路背过去，背到你知道，拿这个大锅盖，一路背背背，拖呀拖，拖到蛋这边来。他说：哇，就发现这个蛋怎么样？你知道你们有没有摸过鸵鸟蛋？鸵鸟蛋的蛋壳很厚，你光像我们刚刚敲鸡蛋那样，鸵鸟蛋是敲不破的。鸵鸟蛋要怎么敲破？用石头砸。要用那个凿子敲。我试过，要用那个对。他你要去凿凿子，然后去敲破一个洞，然后把它敲裂开以后才能够把它剥开。哇！对，所以他们就发现，哎呀，这个蛋剥不开啊，怎么办？就后来想说，好，拿一颗大石头来敲敲看，一敲，好，终于破了。蛋破了以后，蛋就倒到这个大碗工里面，他们就开始鼓励，就开始打。另外，古拉就开始找那个木材，开始热，要预热烤箱。他预热他们的烤锅，然后就在那边做蛋糕。蛋糕里面要加什么？蛋以外还要加什么？牛奶、糖，还有面粉、牛奶，对不对？通通都在这里。糖、面粉、牛奶、奶油。好，我们今天做的雪藏蛋糕也有用这些材料。好，做好了以后就放在这个烤锅里面烤。他们把锅子涂上一层奶油，然后把那个面糊倒进去，开始烤。他说：“我们俩，一只叫古丽，一只叫古拉。我们最喜欢做菜吃东西，咕哩咕啦，咕哩咕啦，咕哩咕啦。”他们一边唱歌，一边等着蛋糕烤好。这个时候，你没有发现有一些动静？什么动静？有动物跑来了，都在旁边呢。太香了，闻香，闻香而来，对不对？我们每次烤蛋糕都很香，对不对？他们就来了，松鼠来了，野猪来了，鹿也来了。蛇也来了，兔子，你猜还有谁会来？蛇也来了，好，乌龟，还有呢，乌龟也来了，羚羊，兔子来了，像蜥蜴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，哒，森林里所有的动物都闻到香味赶过来了，他们说：“哎，你们该不会在烤蛋糕吧？味道好香哦。”古力古拉说：“对啊，我们就是在烤蛋糕，咕哩咕啦烤蛋糕，咕哩咕啦不是小气鬼，咕哩咕啦要请客。”哇，这么大一个蛋糕，哇，蛋糕烤好喽！等一下我们烤出来蛋糕就很像这样，烤好喽！古拉把锅盖掀开，金黄色的蛋糕露出了胖嘟嘟的大脸来，哇，看起来好好吃哦！大伙的眼睛睁得好大，而且拼命的吞口水，太好吃了。吃的只剩下空空的锅子和那个好大好大的大蛋壳。你们知道古力古拉把那个蛋壳拿来做什么用吗？洗澡。躺在里面吗？洗澡。哒啦。啊。做成车子，然后呢，把他们的锅具载回家，不然还要拖回去，很重，对不对？好。如果你们是古力古拉，在森林里面遇到一颗那么大的蛋，你们会拿来做什么？做饭。做饭啊。哦。怎么做饭？蛋包饭，还不错。但是材料有点多哎，还要找饭。他们已经采到香菇啦，对不对？再找一些野菜，饭煮一锅饭，米稻米，还有阿妹妹，你会怎么办？如果你是古力古拉，带回家。怎么带回家？用推，就这样用推车，叫很多朋友来，然后帮忙搬。好，搬回家，搬回家摆到臭吗？搬回家可以把它分的。就是先把它打开，然后分很多份，然后做很多有关蛋的东西。哦，哎，蛋的满汉全席，不同口味，有咸有甜的，对不对？芊芊，你会拿来做什么？我会把它拿，就是推回家，然后呢，把上面打一个洞，然后需要蛋的时候就挖一点点。心眼呢？
做成一个荷包蛋。那你还是要做成，他还是要做成一个。爱吃荷包蛋。对，你很爱吃荷包蛋。那个荷包蛋做起来可能跟月亮的脸一样大。对，它可以分好几天的早餐吃。好，刚刚你们注意到了吗？当蛋糕开始烤的时候，对啊，有好多小动物来哦。开始有动物一只一只靠过来，对不对？嗯。好，为什么靠过来？因为闻到香味，就像人们一样。闻到香味，古力跟古拉怎么回应这些动物？要请他们一起，就是分给他们一起吃。对他们说，古力古拉烤蛋糕，古力古拉不是小气鬼，古力古拉要请客。对呀、啊，小朋友，如果你们是古力古拉，你们听到这样子，你们心里是怎么想啊？如果你们看到这些蛋，看到这么多动物来的话，古力古拉是这样想，你们会怎么想？也是跟他们一样分享出去。哦、真的吗？因为知道自己一个人吃不完那么多啊。嗯。永恩呢？都退。走开！这是我发现的蛋，而且是我辛苦做的蛋糕。你们走开，休想，是不是？好不容易从家里搬了一堆东西。王大嫂呢？大嫂心肠很好吗？怎么又我会把陈丽妍丽妍烤蛋糕。然后呢？好，丽妍丽妍烤蛋糕，丽妍丽妍好小气，对，永远不会分蛋糕。丽妍丽妍好，丽妍丽妍烤蛋糕，丽妍丽妍好小气，丽妍丽妍永远不会分蛋糕。芊芊呢？我会叫他们买。叫他们买？哎，生意人的头脑。这个比较有生意头脑，聪明聪明啊！直接在那边开一张，开蛋糕铺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可是你看，古力古拉他是其实一开始就说了，我要跟你们分享，这些动物有没有为这个蛋糕付出任何一点点的努力？如果是你，你看啊、哦，他正在努力的时候。然后呢，这些动物完全没有付出劳力，对不对？嗯，没有付出任何的心力，可是他们却要来分这个蛋糕。如果是你们，你们要不要给？不要给，不要，不要。为什么？要独吞。要独吞。好，那你们有没有那种经验，就是我很努力做了一个东西，做了半天，结果有人偏偏过来不劳而获，连问都没问。譬如说啦，你泡了一包面。然后烧开水等了很久，然后又很辛苦的把那个材料都弄好，然后泡，然后等三分钟，对不对？好不容易等好了，盖子打开了，你筷子还没拿起来，就有一双筷子来，我吃一口，有吗？有没有碰过这种状况？阿妹妹，是之前在乐团。然后老师说特优第一名的话要请我们喝饮料，就是去比赛，然后终于得到第一名，然后大家都很开心，因为老师会请饮料，然后老师那天带来饮料就给我们，然后我旁边的另外一个同学就跟我说，哎，我帮你拿，你先去上厕所。他就在我上厕所的时候吸管打开，然后就插进去，然后呢，然后他就喝光，他还喝光。哇，这也太夸张了、欸！你当下的心情如何？就是想要把他手上另外一边拿来，然后可是、他自己也有，他喝你的、然后我就跟他说：“那你的那杯给我。”他说：“不要啊，不要告状啊！”那你怎么处理这个事情？就让他喝，他给我一包科学面，把这个一包科学面，好啦，就算一下就解决打发。OK， 最后来看看这张图，您对这张图有什么样的感觉？大家和平共处，和平共处，还有呢？就是有一点奇怪。怎么个奇怪？因为，我觉得有一些动物就那个看着那些老鼠，然后有一些就是顾着吃。大家都顾着吃，对不对？可是有一些看着老鼠。哦，有一些看着老鼠，你就看着老鼠那些动物会跟老鼠说什么？谢谢，说谢谢。那顾着自己吃的那些呢？然后就讲说，我自己吃就好，不要理他。终于有东西吃了。哦，终于有东西吃了。是我觉得芊芊观察，可能是那个狮子面那个找不到东西吃的，哦，有东西吃了。但有些动物都自己吃，都没有跟那个对方面对面这样。对，所以你看这个动物，你们的观察很仔细，就是说在这个你看，大家都在分享同一个蛋糕，对不对？有一些人会感谢老鼠。有一些人只顾着自己吃，有一些人可能会在一起分享，
有没有这些小鸟？有一些呢，就是我自己吃了就算了。老师呢？可是你，所以你知道，当有一个成果出来，大家在分享那个成果的时候，每个人抱持的心态其实都不一样。对，但是当你出了一个成品和大家分享的时候，可能也得想想鼓励鼓啦。他们完全没有希望对方回报，他们就是很高兴的跟大家分享，创造了这么漂亮的一个画面，对不对？而且我相信鼓励鼓啦听到感谢的话，也会感觉很开心、很满足。是啊。所以呢，今天考上读书会结束以后，请你们就留下来帮我把蛋糕做完吧。不要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我们的蛋糕要拿去幼儿园跟小朋友分享的，对不对？请你们等一下，就怎么样留下来帮我把蛋糕做完吧。好，我会很感谢你们的。好，走吧。对啊，我们去吃蛋糕了，走。对不对？叹气，叹气啊。好，假装我是从雪地里面把它拿出来的，因为我们现在没有下雪。有像，因为你后来有撒糖粉。我撒了一点糖粉，对，就假装它是从雪地里面拿出来的，试试看这个雪糖蛋糕怎么样？对，应该很好吃。王大嫂怎么样？如何？王大嫂怎么样？啊，还不错，是不是？讲的那么妙，自己做的还不错啊。阿大叔叔，今天这个故事很可爱耶。对啊。因为我觉得古力跟古拉他们两个在搬运那个蛋的过程，然后而且我觉得他们两个是一个很乐意分享、与人分享的人，就跟阿大叔叔一样。哦，谢谢。其实你知道，创作这本书的是一对姐妹。那他们其实平常就是很喜欢在家里烤东西啊，什么做点心。他们做了，有时候两个人吃不完，就跟左邻右舍分享。这个故事是从他们的生活经验来的。那他们也希望说，透过古力跟古拉这两个很可爱的角色，然后让所有的小朋友知道，啊，跟别人分享是一件愉快的事。你们看到最后，古力古拉烤好蛋糕，所有动物坐在那边吃的那个画面，整个就很幸福。虽然这两个是两个人辛辛苦苦做的，对，但是其他的动物们跟着一起分享、一起吃的时候，就觉得特别的香。对，就是看你自己的价值判断怎么样。你可以觉得那些动物啊，他们怎么可以不劳而获？对，你们都没有出力啊，我为什么要分给你？是，但是你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去想说，哎，大家一起分享，都坐在这里吃蛋糕，多么快乐幸福的事情。独乐不如众乐。是啊，所以这就是一念之间嘛。谢谢阿达叔叔。那今天的考香读书会就到这里结束喽。现在阿达叔叔、炫荣姐姐还是会带来好吃的点心以及好听的故事给大家，欢迎大家再来玩喽。考香读书会，聪明有智慧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